带你去。什么底仓？啊，再量一点。我今天很不错哎，昨天比较正式，我很美了呀、啊。今天真的够正式，太多了，五公分多，可是没有，然后没有人看得出来，对嘛？媒体组的幕后在量手指，对啊，我们在量手指，一个大，来它超大的，哇，它的手真的很大，啊，奇怪，我就高啊，奇怪。高打开的话，那个灯光就是说，你发现我的手？可是感觉波，感觉波怀的手也很大。对啊，波怀的手很大，就感觉很，然后他自己有点稍微动作。因为他弹钢琴嘛。波怀。对啊，波怀感觉手也跟你差不多。我觉得男生手很大很有安全感。我觉得男生高就是一件很有安全感的事情。天花都会撞到天花板啊！主任，你要干嘛？树啊！天哪！哇，感觉我们来拍片老师就要大嫂子。哦，好啊。因为这边哈，靠近外面。好像差不多。大嫂子。这样子就会掉下来，你中午都吃什么？我手掌很大，你有发现我手掌比较大？这样就比较。等一下，你好像手比我大、欸。我是手掌大、欸，自己看手掌。哎、欸，你手好大哦！天哪！可是我手指跟应该跟你们一样大。你对你，我觉得你是手掌的、啊。